过去不能留在过去，如果你满脑子只有过去，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够转动钥匙把你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你。在谁都是带着心碎前进的这一本书，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106页第49回，枷锁。我们常常会停留在过去的一个遗憾、一个委屈、一个伤心、一个不能原谅的那个当下。但是，作者说，过去不能留在过去啊！如果你满脑子只有过去，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转动钥匙把你从这个过去的束缚枷锁里面解救出来，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说得真好，我们谢谢克利欧韦德为我们写下的今天的枷锁这一首诗，就是告诉我们摆脱束缚。欢迎你进到 FM20999 线上课程，今天的晨光直播要带着大家一起前进，解脱你的枷锁。
早安，在今天早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在一开始先来写字画图，复习上一节课或上上一节课所学的东西，让一些同学呢，他在上班前也可以稍微练练字，练练心。有时候我们逐步的分解，有的同学已经捷运到站了，或者是已经开车到公司了，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练练字、练练心哦。
有时候一分钟两分钟练练字练练心，好像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宇宙了。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朗读了克利欧的这个枷锁，绿老师也写了一首小短诗来回应他。枷锁是谁绑住了翅膀？是回忆。枷锁是谁转动了心声？是勇气。那我们配上了这个 wave bob 这个图形回，就是人生就是无限的回圈啊，在回圈当中一直不断的修正滚动再修正，所以我们就成为现在的自己了。我还蛮喜欢今天早上这样的氛围，希望你也喜欢哦。在早上的8:13，我们开始今天的点点名，请按下520525，准备开始今天一整天的正能量。好，今天示范的是涂满的一种手法，我用的这一支手账笔是 SKV Clasping Ink 0.5 的奶咖每天中午是不是要来一杯呢？奶咖色的笔，好，轻复古色的笔，速干，所以也就是在示范给大家看呢，很容易就可以这样进入状况，涂满、涂黑、涂色。好，这个 Rita 早，静平，雀儿，素兰，慧瑜，瑞晴，丽美，早安，好，博如，秀珍，玉玲，好，谢谢你们进来今天的晨光课程，累累就先休息喽。小云儿早，没有念到你的名字，佩君早，可以再留言给我哦。如果你现在正需要休息，你就听听我说话就可以了。
喊之后，它整个圈回圈就跳出来了，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哪个地方在画的时候你想要修正的地方哦。 OK， 好，那我们今天在前15分钟呢，绿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示范，就是写跟画而已。那我们的 Tingle 的课程跟 So Tingle 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技巧，一张纸一支笔，随时就可以进入状态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呢进入唐诗诗选的一个连结里面。那同时呢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花已经是一个礼拜了，一个礼拜的玫瑰花，我今天要来带来私塾做干燥，直接在冷气房里面让它干燥。好，干燥久了就会缩水变这样，不过这是未开的。好，你看人老了会缩水，花老了也会耶。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礼拜后它长怎么样。那我很喜欢用这个直接干燥法，就是因为呢我希望那个花呢是天然的老去，然后加上我很怕干燥沙子之后的处理是会危害环境的，所以我就没有非常积极的用干燥沙。 好，那就给大家截图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用的是 Pendio 的笔两支，那么使用的是 Zetango 的，就是那个进口的画本。好， OK， 谢谢大家。那现在请去倒一杯水，然后呢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唐诗诗选诗抄。在转换心情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刘兰溪的《小雨中的回忆》。因为今天早上我带着斗笠去看第一道阳光，结果因为今天早上下雨哦，所以就是细细雨的下雨当中，绿绿老师带着斗笠哦，蛮好玩的。好，如果你有听过刘兰溪，你大概知道我的年纪，但是我不是这个世代的。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里。伤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有听过刘兰溪的喊个又吧。我们按下零一来开始今天的唐诗诗选。这是我国中啊，我之前有介绍过，国中呢歌唱
就是比赛的时候呢唱的歌曲哦，《小雨中的回忆》。没错，这首歌是有播过的哦。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再来练习啊，哈，就是老朋友好，老歌好，老酒也好，哎，东西都是老的好。所以古代呢是一个慢时代哦，在慢时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是慢慢的活，慢慢的交流，慢慢的爱，慢慢的恨。但现在人爱得快，恨得快，离开的也快哦。所以以前说慢生活，车马慢，书信慢，什么都慢。现在呢，快生活，什么都快，好，连婚姻都很快，很快的结，很快的离哦。最近超级多的这个艺人在离婚哦。那事实上不是艺人才会离婚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离婚啊，看你要不要啊哦。但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修行、修炼、修道场哦，所以呢，先思考吧，很多的思考会有机会重新开始吧。我在想，好，刘兰溪的《小雨中的回忆》。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诗，因为要跟雨有关系哦，我们就来读孟浩然吧。孟浩然呢，事实上很多人都认识他哦，那就是李白跟孟浩然之间的感情啊，国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说，在这边我就不多提了。但是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好，接下来呢，夜来巴掌声，蚊子屎多少。这以前学生时代最多人改写的一首诗了。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好，那个小诗要示范一下他们国小的版本，来，请朗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冠杀虫剂，不知死多少。现在已经改成这样了哈，谢谢。一冠杀虫剂，不知死多少。你看时代的进步，我们用巴掌拍太慢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改写诗句是一冠杀虫剂哦，慢生活变成快生活。好，来，再另外一个版本。那是我同学剪的，有点忘记，好像说爸爸真的忙，早上打麻将，下午滑手机，晚上还要洗碗。好，好，这个也是你们同学讲的顺口溜就对了。好，现在已经勾起你的顺口溜之魂了哦。卡哇伊ですよ。好，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无常，在无常当中，我们到底是快快生活还是慢慢生活呢？真的有一点难以抉择哈。哎，忽然找到了我这一张，在什么时候呢？7月3号，你看我们已经过了这么久了。7月3号，我们画了这个把自己爱回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留日期？就是这个原因哈。对，那这个 Way Back Into Love 是什么时候的呢？你是要找一找呢。Way Back Into Love， 好，就让它留在7月3号吧。7月5号，这是7月5号的，对，这边有写，所以要常常写日期咯。好，拿错本了，这本不是唐诗，这本是手账练习本。今天有同学说老师的课都很有哲学，然后呢，就是昨天看到灵儿把绿老师的这个整个上课的精髓都写下来了，写到很晚都没睡觉，然后静平还在那边对话。真的是太感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课了。其实呢，在去年大家有发起一个100禅认养听打的活动，不晓得去年还在的同学们知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后来呢，疫情结束大家就回来了，回到生活里面了。好，那回到生活里面之后呢，这件事情就被淡忘了。
那昨天呢，同学们自发的在记录我课程的重点哦。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发起一下，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懒嘛，对于出书这件事情真的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没人找我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出啊。啊，自己出真的很麻烦哈，对，所以呢，就是看看来，我们过去是他们自己发起说要帮绿绿老师，我今天写法比较不一样哦哈，看一下，一边聊，因为这首诗很简单，我来找合伙人好了。就虽然你听的是我的课程，然后话也是我说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一堂课，你觉得重点在哪里？你把我的金句呢打出来，好用，就是听打了，嘿，对。然后呢，就是你就没有给我，然后我就把你要记得写上日期，那我就把大家呢觉得在今天课程里面最受用的几句话，以这个 line。不是，就 FB 的这个对话框，我请那个美编设计，好，就是大家的对话框留言区这样子，然后上面就问你的名字，那你的名字可以用本名，好，譬如说灵儿，好，平儿，好，然后呢，慧儿，类似这样子，然后如果觉得这种太恶心了，你就可以什么小心、浮云，然后金鱼，啊，清晨之类的 ，OK。合伙抢劫可以啊，呵呵，好，来，请按上零二春晓孟浩然。今天字比较圆哦，因为我们新同学比较多，那也希望说八月底的课程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哦。其实八月五号七号这个是一个快闪，配合节日父亲节啦，我基本上本来八月五号七号是没有开课的，只是说有平花好，然后有这个The Tango 的部分好，那正式会有一堂就是一系列的入门课呢，我是安排在应该是在八月26、27、28这三天，或者是其实9月23、24我比较不太可能，因为那时候已经要口试了，对，大概是这样。好，先跟大家暗示一下，八月底九月初如果你需要排休的人，那个时候可以先排下来，但是我也不勉强，因为你知道绿老师很随性哈。好，来，请按03，谢谢。来解释一下咯，春天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日子。这春天呢，春眠不觉晓，睡到呢，不知道要醒过来啦，处处闻啼鸟，听到鸟叫声啊，把我叫醒了。鸟叫是闹钟啊，我在乡下住的这几年就是这样子哦。像今天早上我5点多起来就被鸟吵醒的。夜来风雨声，在晚上啊会有这个风声雨声，花落知多少？不晓得窗外的花掉落了多少哈。那前两句呢是写春天的。晓，这个是觉醒的一个概念哈。那后两句呢是写春天的习花，所以前写春晓，后写习花，它是有个转折的。那我如果是绿绿老师来解这一首诗呢，我就会有个歪解。来，我们先来写，等一下再来歪解。好。换另外一个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灰色。
如果唐诗歪解的话呢？什么叫歪解？就是用我自己的意思。就是人啊，在春天的这个人生的四季里面呢，你是不懂事的。对，因为呢太美了，我们春天正年轻啊，年轻的轰轰烈烈，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年轻到目中无人。在春天里面呢，我们呢就是好像呢还在李博大梦，尚未初醒啊。那我们周旋在人间，处处闻啼鸟，我们呢这边听听，那边听听，这边说说，那边说说，不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很爱玩，四季游荡，好叽叽喳喳的。哎，这是我的歪解哦。不过我觉得歪解出书很好玩。那什么时候会长大呢？就是呢，在某一天啊，春雨下降的时候啊，夜来风雨声，第一次没有明媚的春光啊。有风啊，有雨啊，风雨雷电，你的生活开始四变哦。这些声音不再是那些莺莺燕燕的鸟鸣啊，花开的声音哦。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哎呀，这个花呢，是意指外界的这个花园里面的花哦，但是呢，绿老师更会想要了解的是心里面的那个花园。在这一场风雨之后，凋萎了多少呢？知多少？除了想要了解一下花凋谢了多少之外呢，我更想知道呢，我因此呢知晓这个知道的知啊，我到底从这一场风雨里面呢成长了多少。这是我对春晓这个年纪的解读。在进入五十加的时候，我觉得孟浩然的春晓不只是在写春天的春雨打落一地的花哦，我更觉得他在谈的是人生啊，从无知少年呢、啊、到有知中年的过程，春夏秋冬啊，春天的新生，夏天的耀眼，到中年的成熟，到老年的守成哦，这个四季运转就是人生的这个四季。所以我对春晓的解读是这样，不晓得各位觉得我这个歪解呢，这个歪理有没有道理呢？谢谢大家哈，安静的听我说。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个版本的《走在雨中》，小雨中的回忆哦。在刘兰溪的《走在小雨中》，小雨中的回忆，绿老师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一个歌声啊，但是呢，如果是来听听刘文正，你就会发现是很潇洒的，比较接近于我的春晓。来，刘文正，1979年，小雨中的回忆。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
在小宇宙是你，小雨像一声飘逸，一消失。太高了，那想到跟刘文正合唱就很兴奋。好啦，因为呢，如果你有学过合唱，就知道男生的 key 本来就比较高哦，你可以降低 key 来唱。今天还是要进入缠绕冰框，刚刚你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这一个春晓的请给自己打上100分，那忘记给大家截图一下了，所以我们现在来截图。那我现在使用的这一支是 Zebra 的，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款真的长得很像，这日本 Zebra， 这是台品的 SKB， 两支价位差很多，都是05的。小雨应该要用这个毛毛的鲫鱼草才漂亮。好，欢迎截图，谢谢。好，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个状态的话，请打上100分，并且放一下烟火咯。早上的8:40了，今天早上时间过得真快哦，可能绿老师讲了太多废话。好，小雨中的回忆真的非常好听哦，那其实很多人都唱过这一首歌，在这个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民歌时代来临了，那我们淋过雨的人，我们就要来晒晒阳光吧。我们来听林慧萍所演唱的《走在阳光里》。走在阳光里，应该第一句就好开心啊。身边有个你，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好，1986年的林慧萍。写在日记里，心里好想你，心里好想你。也要等着你，来跟林慧萍合影一下。曾经一切不在意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休息，只是一张张飘落的超级喜欢林慧萍的。
之前跟林慧萍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她好瘦小哦，好白哦。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是这个演唱会歌星接待组的，然后呢以前呢他们常会这样巡回整个大专院校，哇，超级喜欢林慧萍的。那看到她那时候她最红的歌是《情难枕》哦，超级喜欢她哦。那时候剪短发好小一只，好白哦。呵呵，如果你呢搜寻一下这个这一首林慧萍的《走在阳光里》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你就会看到她年轻的时候脸蓬蓬的，真的好美哦。哦，这个就是年轻的胶原蛋白，那声音真的蛮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伙伴一直传讯跟老师说他的木卡画得很差很差，怎么会很差呢？一定要很棒的啊。哦，所以呢哎，赶快来练习今天绿老师独创的这个彩虹海浪爱心边框。爱心什么花？我们昨天在群组里面讲了什么我忘记了。来快点啊，谢谢小珍的夸奖哦，我的声音还好啦，林慧萍比较好听。哦，好，来我们继续咯，这边画完画这边。哦，波浪啊，从前的天气，从前的天气，曾经眼前不在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熟悉，只是你常常飘落地之里，眼前不在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熟悉，只是一张张飘落地。好，你知道的，小宇宙的回忆跟走在阳光里两首呢都是悲伤的情歌哦，但是呢走在回忆里的惆怅啊，走在小雨中的回忆，就是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就是还没有走出来的状态，一直还被困在回忆的枷锁里。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枷锁，所以要怎么走出来呢？就要像林慧萍一样，走在阳光里，身边有个你，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哦，就大概是在回忆你也是很开心的，就是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我能在你身边。好好，现在呢来解释大家，佩君说只能画线条着色就毁了，我在上上上一堂课有说过 The Tango 一开始的初衷是没有要你们涂颜色的，所以呢先不要涂色增加挫折感。好，然后呢如果真的要有颜色就是拿手杖笔， OK， 手杖笔可以帮助你，你的颜色会有活泼的感觉，但是先不要上色。好，那画豆芽也没关系啦，哦，可是现在我已经在教设计了，你看往内往外往内，那下一个呢就是往外，对，往内互打不用钱，然后往外要钱。好，这是我们的木卡。好，木卡呢在这个 The Tango 里面它有非常多的变化型，所以呢你也不用太在意自己是画豆芽好还是画这个圆圈圈都很美，我们只是要把我们的图呢边框框起来而已。好，现在请帮我们打上777，我们再听一遍林慧萍的走在阳光里。原来逃离枷锁的方式就是向阳，就像植物一样学习跟阳光做朋友。来喝杯水，扭一扭，放下你的笔，手指头按摩一下，动一动，来预备开始唱。身边有个你，身边有个你，我抢拍。你说好喜欢这样的天气，
能在一起，写在日记里，心里好想你。如果写这里也要等着你，全不在意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哇，这首歌会让身体动起来，有没有跟我一起在动啊？早上的8:48，我已经学习了48分钟了。今天有开心吗？学习做一个向阳的人，跟阳光做朋友，我们就可以逃离生命的枷锁。好，你有没有把手指头运动一动？那你有没有喝口水呢？来，一起干杯。接下来就要来画绿绿老师自创的彩虹海浪，彩虹波浪爱心花边框，我怎么记不住自己的命名哈？好，那我们从这边开始，首先画珠珠。那因为你们是第一次画，我们就是放大给大家看珠珠。好好，那左边珠珠，右边当然是要珠珠嘛，所以我们先戴左边。写在日记里，我是很喜欢跟歌星合唱，因为自己是大神，也要等着你，然后后面 O 一起哦。最喜欢那个过去时代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画彩虹，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彩虹画完了。好，小雀儿上班愉快，谢谢瑞琴喜欢，谢谢静平干杯，谢谢美惠，谢谢琼芬，大家一起跟阳光做朋友。 Rita 小珍都有跟上惠语，好棒哦，双体很好，赞赞。好，接下来画海波浪，来卷回来，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海波浪，感觉好像变贝壳了。好啦，跟我昨天画法不太一样。我去拿昨天的画法给你们看一下哈。现在请那个谁来陪大家呢？好啦，再来请笑语中的回忆。好了，再听一遍。给你们看一下昨天的，你就会知道说呢，为什么呢？常常画图都会画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是创发的，我自己也画的不一样。好，请你按上168168168，起来动一下，谢谢。歌曲唱错了，一回来就唱错，搞笑呢，不行，等一下认真唱一遍。这个是昨天那个银色情人节我要送给我先生的，好，但昨天没有机会送出，所以今天再送吧。这是昨天的海浪花，海浪花，好，
OK， 好，每次不会画一样的了哈。好，我要认真唱咯，来准备。好，这里你们自己练习一遍。手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底，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当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好了，真的很喜欢刘兰溪哈，所以跟他合唱了一下《小雨中的回忆》，在《刘兰溪夕阳恋曲》这张专辑里送给大家，真的好美的刘兰溪。大家可以分辨出来海浪跟这个彩虹的笔法不一样吗？这主要是绿老师想要给你们练习这个手的松度哦。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做边框，所以我故意有一点点对称的感觉，有没有？对不起，大哥，我最近胃不太好，就是故意这个花是在这里。可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是我自己随意，我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的画法哈。那一开始初学者，希望大家呢是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手的松紧之后呢，稍微有一点点所谓的规定方向。好，比如说我们全部的画画都在这边，那这两个画在一起，就是要给你们分辨一下，就是哎，彩虹是这样弯，波浪是这样弯，好，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哦。那这边就是在给他画三瓣爱心花，很简单的。那如果要再加东西，要加在哪里？就是加在这边，这边就可以加彩虹。好，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边框，就是我这边画完，我这边就是对称，所以你自己就要去对称，这个叫做设计。那如果你不想对称，那个叫做艺术，这样子懂吗？哦、，OK， 好，那我们就慢慢的画吧，跟着画。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来听的是殷正阳他所唱的《小雨中的回忆》哦。老板，谢谢，老板，来一碗牛肉面，我还没吃早餐呢。佳佳贺，哦，你看他都是要用轮指的，好好听哦。好，来唱唱，来，请按下1314，谢谢。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Thank you.
们不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寂觅。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中。送上的是殷正阳的小雨中的回忆，在音乐万万岁这个节目当中的演唱，2010年12月7号的版本，欢迎大家到 YouTube 给他按赞，谢谢。好，我们课程进行到这里已经1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的唐诗也写完了，我们的缠绕边框也画了一半了，大家喜欢吗？你已经完成了，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掌声，放烟火，加上5251000，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画的是另外一半，那这个时候就都不说话，听着音乐来进行咯，来开始。这里有跟上吗？有跟上的话请帮我们打上330，想想你。大
家在画彩虹跟画海波浪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个线条代表人生两个境界哦？第一个境界是一帆风顺哦，彩虹弯弯的弧形就好像一个爬坡跟一个下坡，上上下下非常的方便。那海波浪就像一个倒过来的 S 型哦，那倒着直着的 S 型你就要去考 S 型驾照哦，所以有时候要转弯，人生有时候不一定都是弧度微笑的，有时候就转个弯，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不一样吧。好，好，若有跟上呢，谢谢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往下咯，现在到这里。如果怕自己会混乱，你其实可以拿一张纸遮住，这样子的画法也是可以的。拿一张纸遮住之后，你就看哦，这边是一个爱心，自己当自己的设计师哦。然后这边是彩虹，看你的面积大小，你也不一定全部要画五道或六道或七道，想停就停哦。啊，这边是珍珠，哦，这边是海浪，那海浪不会画，可以先画一个这样的，再下来，再上来，再下来，好，海浪再多一下，再多一下，就是用这样的补补缝缝。这样的方式啊也可以的，但吕老师还是希望你们舒心快乐疗愈，不用自己给自己压力。如果在这个做 Tingle 的时候你还是压力满满的话，你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挫折跟困扰，那不要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跟昨天的自己比就好了。人生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就会豁然开朗。好，我们常说很喜欢跟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聊天哦，为什么？因为他们见多识广，看多了，所以就回到我们的春夏秋冬了。在冬天为什么都是很安静的，静静的落雪，除非有时候有风暴哈。因为呢，看尽了世间万物，你已经大概知晓这些一切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不会大惊小怪。可是年轻人就会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旭日东升嘛，所以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在这种这个叫做，叫做狂妄嘛，也是给他们一点机会狂妄一下了。所以我有时候呢，接到一些演讲，会常常让给一些年轻人去讲，因为觉得说，不要一直站着舞台哦，站着舞台的我，就是应该多一些机会给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这些年轻人。也就这么就退隐下来了，是这个原因哦。对，好，恭喜大家，我们两边龙柱都画完了。这个图形呢叫做这个彩虹海浪爱心花边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面咯。下面把前天的这个 Wenland 把它放进来，你就会觉得很美。这也是木卡，谁说花儿一定会向上？春天的时候，樱花季的时候啊，大家应该就有看过。有一些品种的樱花，它开花的时候是下垂的，哈，下坠的，它不让你看哎，害羞哎。
昨天在这个课后班有谈到，我说一定啊要运用所学，我们画的东西画完就是要干嘛，就是要运用啊，它绝对不是一张纸砖而已哦。所以你看绿老师都是这边画来那边画去，我已经脱离了那个一定要画在纸砖里面，然后一定要怎么样收藏的一个阶段了，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这么有压力的一直要收藏做些什么呢，不会让自己快乐的，对，万一呢没有一个收纳处，是不是自己很焦虑呢？所以绝不做让自己有压力的事。身体已经太累了，再让它有压力哦，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好，这是横式的画法。如果你现在跟的时候手腕觉得有一点不灵光，请你就是拿直的，因为多半我们在直式的画法当中呢会比较舒心一点。所以转动纸砖这个观念呢，绿老师一直在告诉你哦。那我是因为开这个直播的镜头一直都是要让大家眼睛舒服，所以我会固定某一个方向。好，有跟到这里的帮我们打一好，我们这边也可以加一个木卡进来，我们昨天有说过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都是木卡对不对。好，花瓣三瓣四瓣五瓣由你自己决定哦，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图形都叫木卡，好，他们是同一个这个属性的，只是画法不一样。快到目的地咯，手指松握比正常，好，两只指头夹住你的笔放在你的虎口上。 OK， 灵儿拜拜，灵儿辛苦咯。
好，那我们现在呢转回来看的时候发现呢、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边比较高，这边比较低哦，这没有关系的。怎么补呢？你看你要不要补，如果你要补你就补，不要补呢也可以。那绿老师会怎么做呢？来，透过分支，来补强视觉上的效果，但是呢不强调这是补强，我只有觉得这就是我现在想补的东西，没有对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画错了，如果你又说出哎呀我画错这件事情，你就会又产生负能咯。好的，大概整个完整是这样，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请打5252099，我们准备结束今天的课程。那上半部我就让它干净，好，那整个横幅给大家截图一下，哇还截不了呢，太清楚，打灯一下，早上的9:16，我们准备进入慈爱冥想，让我们以慈心出发看待这个世界。早上9:17，我们找一个地方签自己艺术家的名称。有很多人常在问绿老师的 soul 是什么意思，我说 soul 是 Sophia 智慧女神的名字，当初在认证的时候老师就请我取一个名字，我就取 Sophia。 那后来呢我就呢觉得 soul 这个字很不错， soul， 所以我们生活中需要一点转折词哦，所以 soul 就觉得 soul， 后来呢我跟我的学长组团到这个斗六家乡演唱，那我们就是 soul 二人组，哈哈哈哈， soul，
哦，那 social 到底是好还是坏？看你用什么角度去解释这个英文 social 二人合唱团。今天我们画了 Zotango 跟 Sotango。后来这个 soul 就变成 soul， 就是灵魂的意思。所以我现在签名主轴不是 Sophia 而已，有时候是 Sophia， 有时候是 so-so， 有时候是 soul， 有时候是灵魂 soul 的意思。这几个发音都是 so 的音哈，就很喜欢。好，今天的名字是彩虹波浪爱心花边框，好长哦。好，那有时候我们呢，很认真写的字很漂亮，然后有时候我会放松，给自己写一点很幼稚的字，哈、哦。OK， 那我们最后面这里就是在冥想的空间，准备喽。在音乐响起，闭上双眼，让身体坐直，双脚平放在地板上，喝一口水，准备开始慈爱冥想。此时手都不要握笔，双肩垂肘，然后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天花板，做深呼吸，准备。时间是早上的9:20，进行了80分钟的课程。现在身体需要放松，请你把笔放下，把眼睛闭上。我们双手放在大腿上，或者是你盘腿而坐在地板上，或者是你躺着。我们来做腹式呼吸，吸，鼻子吸3秒，开始吸 ，two。再吸 ，two， 再吸 ，two， 透过腹式呼吸，把你的内脏里面的脏空气都清除掉。那绿绿老师刻意用海浪的呼吸法让大家听到，你可以不用这么刻意，你用你自己的节奏，现在反复无变来开始吸。如果你知道瑜伽牛式跟猫式，你的身体也可以弓起来。吸 ，two， 再三次吸 ，two， 吸。最后一次吸 吐， 好，现在调节好你的身心灵，你的身体的角度，你的手指轻轻地捏着每一根手指，让它放松。亲爱的宇宙，感谢你来到我的身边，让我向阳，摆脱枷锁。
是谁绑住了那一双生命的翅膀？是回忆，是委屈，是不甘心，是落寞，是恐惧。那又是谁能转动生命的心声呢？是勇气，是千千万万个细胞重生，是愉悦，是笑容，是和好如初，是重新开始，是与自己和解，是因为了解所以和解，是好多好多的原因。不管这些是什么，总之今天早上的你已挣脱了枷锁。你的枷锁在你的身上太久了，我们感谢宇宙让我们有新的力量挣脱它。愿我快乐，愿我健康，愿我平静，愿我得偿所愿。愿你健康，愿你快乐，愿你平静，愿你得偿所愿。感谢宇宙造福我们，让我们向阳。在此时此刻所遇到的所有灵魂，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喜悦。愿千千万万个有生之年遇到的灵魂都能四季平安，岁月静好。谢谢大家今天进入我们晨光，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开始。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在今天晚上我们的线上会议室记得有课程，我们与你七夕浪漫有约哦，别忘记了。谢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 podcast 暂时停播，你可以透过听我们的直播当成是 podcast。 周休日好好的休息吧，祝福你们。啾咪。写在日记里。
经一直不在意你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相信，只是一张张飘落的纸里。走在阳光里，走在小雨里，偶然我会想起从前的天气，从前的天气，曾经一切都不在意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熟悉，只是一张张飘落的日历。一切不在意的阳光和小雨，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阳光和小雨都再也不熟悉，只是一张张飘落的日历。